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兄弟们，重大事件，新赛季更新的那天晚上不停服了。就在昨天，王老师爆料了姜子牙和周瑜的两款免费皮肤，赶快一起看看吧。首先是姜子牙，是 S36 赛季皮肤人选，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居然是动态海报。就单看这海报，我可能以为会是个传说呢。出场动画改为了蓝绿色为主，相比原皮的神尊形象，这个更有了一丝啊隐士高人的味道。技能特效也改为了蓝绿色调，非常有云梦泽和之前的原初之息的味道。这是姜子牙第一款非现代的衣服，我是感觉相比其他的皮肤啊，更有姜子牙的神韵。获取方式啊，大概率和现在一样，赛季任务达到十级便可以免费领取了。而周瑜皮肤啊，就更炸裂了，居然是新赛季更新的补偿奖励。王老师啊，对新赛季的性能和引擎进行了更深度的优化，让咱们新赛季加载游戏的速度能更快，王者占用手机内存也变得更小，但需要之前啊提前下载了新赛季资源的家人重新下一遍新的游戏资源。那王老师啊，为此啊深感抱歉，就安排了周瑜的免费皮肤。只要更新后啊，下载了指定的更新资源就可以直接领取了。这放在之前啊，最高最高啊可能是个钻石礼包补偿，再良心一点可能是五个皮肤碎片，结果啊这次啊是直接给了个皮肤，不得不说啊是诚意满满了。说到皮肤碎片啊，家人们记得提前在设置里预约新赛季下载，每赛季啊都可以领五个皮肤碎片。家人们觉得这个赛季皮肤怎么样呢？